转载自百家号，作者英俊的德罗巴，北京时间7月21日12点20分。国际乒联巡回赛韩国站的比赛继续进行。在一场备受瞩目的男单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中，中国选手梁靖昆与韩国球员林中勋展开对决。梁靖昆目前世界排名第103位，梁仲勋排名第28位。两人经过次局较量，大胖梁靖昆4-0轻取林中勋，顺利晋级男单四强。其中第二局和第三局，韩国选手林中勋都是只拿到两分。梁靖昆单决赛的对手将是林高远和卡尔德拉诺之间的胜者。韩国站的比赛，中国男乒共有10人参赛，不过只有林高远和许昕是种子选手，包括张继科在内的另外8人都需要从资格赛打起。令人遗憾的是，8名球员中只有梁靖昆一人从资格赛出围，另外7人中无人正赛。其中张继科是因为腰伤复发而主动退赛，这意味着男单16强当中只有3名中国选手。八分之一决赛男乒又遭打击，许昕因比4爆冷不敌张宇镇，成为了男乒在韩国赛第8位出局的选手。八强仅剩2名中国选手，分别是梁靖昆和林高远。梁靖昆在八分之一决赛中4-0横扫日本神童张本智和，林高远则4-1击败中国台北老将庄智渊。不过两人都身处下半区，上半区中国男乒已经全军覆没，上半场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，谁谷隼和张宇镇分别击败各自的对手晋级四强，两人将争夺一个决赛的名额。韩国选手林中勋实力不俗，此前中国公开赛期间他曾经4-1战胜过中国名将许昕，因此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对于梁靖昆来讲并不轻松。第一局梁靖昆先丢一分之后迅速调整状态，很快就将比分超出，在取得7-4的领先优势之后，林中勋虽然顽强追分，但梁靖昆在打出一个运气球之后将比分改写为9-5，林中勋没有束手就擒，将比分追至10-10。关键时刻梁靖昆稳住心态，连拿2分，以12-10胜出，大比分1-0领先。第二局林中勋没有获得任何机会，梁靖昆一路保持领先，以11-2轻松胜出，大比分2-0领先。第三局梁靖昆开局就连拿4分，随后林中勋扳回1分，但梁靖昆连拿2分扩大优势。7-1之后，梁靖昆一鼓作气又拿2分，将比分改写为9-1。林中勋扳回1分之后，梁靖昆连拿2分，以11-2胜出，大比分3-0领先。第四局林中勋依然没有获得机会，梁靖昆11-5胜出，从而以大比分4-0取胜，顺利晋级四强。半决赛梁靖昆的对手是林高远和卡尔德拉诺之间的胜者。